林峰啊，你一定要欺负子谦，甚至要挃伊性命，你是恶毒的查某，我决定跟你离婚。不行，你袂当安尼对待我，你袂当安尼对待我。我若阁为何你，我就是死鬼不分的人。子谦，我对不起你。知影，更卡侪的心，拢无法度弥补你这尔侪你受到的伤害，搁替我这个做老爸的失望，搁我拄了安尼，我真正要安怎做，才让你心内较好过？你真正无需要安尼做，因为我对你早就无任何的目。不期不待不受伤害，我干那希望你卖阻挡我，对这个查某人提供。阿妈唔啦，袂甲你阻挡，我今仔个要甲告，告去，警察就会报警。子谦的手头还佫有迄个录音档，绝对会来证明这个歹查某的犯罪动机。妈，妈，你唔通安尼对待我啦！妈，为什么袂用钱？不管你进前拼性命嘛要阻挡我来家，你就是惊子谦，把你做的歹代志讲出来，所以你是下手想要杀你灭口。啊，不过子谦毋是别人，伊是国庆的查某囝，是我的查某孙，嘛是你亲手带大汉的囡仔，你才做会落去啊！国庆，以后父亲的世运，你就带念咱阿母的情分，你原谅我好无？你要安尼做好无？无可能。你免同情恁妈，这是伊家己做得来，甲恁一点仔关系拢无。甲爸出来，莫去受到恁妈的影响。咱来去外口等，行啦，爸，行啦，行。被单是我久无洗啊，这臭，我更要吐。我一直秘你的枪，嘛不是办法。虽然杜君仔出卖我，啊，不过我即马嘛找无其他的人会当斗相共啊。先度过感情这关再搁讲。我抓准讲，这个查某，即摆应该用修理甲警察上。
到，可能够时间卡好啊。你这个时阵卡来啊，绝对无什么好话啊！莫让查某人影响咱的心情，饮茶。这只杜君啊，竟然敢挂我的电话！你敢会记？你出卖我的这条线，我一定会连本带利，找你偷渡回来。奇怪，那些老早，现在怎个无看人？还没去跟魔鬼起来，是安怎？我真正是宋林凤在变鬼，伊害子倩姐受这么多苦，佮害我妈这么痛苦，伊嘛赶快是做妈妈的人呢，哪会当做这么恶毒的代志啊？你放心啦。等到那只火鸡母你被杀掉，我绝对先甲踹毛搁放回来，来替你妈搁你最后讨一口气。不过唔知走去倒位啊？伊情况大，绝对走袂远啦。阿婆，等我来遐找看卖，啊？声无够臭呀！搁米内底，甲你变出来！来，看！甲你变出来！好，迄个规身躯臭味哦，不要紧，等下哦，绝对来甲你洗面，甲洗个金闪闪，拽！严格来讲，我嘛算是你的受害者。现在看你这么凄惨跪在土地求大家原谅你，我真正替你感觉很悲哀。你自己不知道是哪位来的杂种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悲哀？妈，妈，这是好还是不好？你根本没资格，你还说的有的没的。你有的能做的就是好好面对你的天花。你给我放开，妈！放手，妈！你可怜死了，妈！放手，妈！你进来。为着一只小狐狸吃，你跟妈妈杀，你自细汉到大汉，我唔敢甲你怕，唔敢甲你骂，我甲你惜命命的，你即马竟然对你妈妈起脚动手，我就是一个连根拢无的人，我嘛就一个白金。我就在林家，所以林家就是我的根。过去，还有我妈对我来讲，就是大树，会当我靠的大树。我若是离开啊，我就什么拢不是啊。所以，我的所作所为，我拢是要剥掉我所有的一切。这拢是你的借口，我林家从来不辜负你，是你自己不晓想，跟你比赛的心事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讲我是你的大树，我今嘛才了解，你就是利用这点，要夺走我所有的一切，去成就你在林家女主人的贪念。所以你想尽办法赶走美华，赶走子倩，最后把我乌空。宋明浩，你实在有够恐怖。爸，
妈，拜托你莫安尼讲妈好不好？虽然妈做足侪歹代志的，啊，不过伊的本意唔是安尼。知道，只有你了解妈妈。你敢袂记？你拄到迄件代志的时阵，你讲。 我嘛对着你哭，咱做人，拢会脚步打叉，有做唔对的时阵，不过，咱也是有机会，会当重新做人啊，讲对无？你一定会徛在妈妈这边，对无？ 你家己做歹就准拄煞，莫这时阵搁刺激子彤好无？子晨啊，我全心全意的为你付出。你家己讲，你拄着小美来的代志，你自己甲要死，是毋是妈妈甲你为房间拖出来？我硬逼你去看医生的，你讲啊！ 拜托你，莫去甲我情绪勒索好不好？你敢袂当面对现实？不管你做啥，你就是犯罪啊！你就爱面对，面对司法审判。子晨啊，你是我的心头妈呢，我疼惜你，比我的性命更加重要。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你要甲别人做伙，做伙逼我？ 你连一条路都袂晓我行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妈，你好不？我愿意，让你用我过去遐袂记讲的代志讲出来。 就算做艰苦的，我嘛会忍着的。只要你去自首好不好？你两个是安怎要安尼对待我？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宋林峰啊，你一定爱你后生查某囝。 为你伤心，为你烦恼，你才甘愿。宋明宏，慢走。不，我袂当让人抓走。妈。哎。子晨，子彤，救我！ 宋宁峰出来啊！我是啊，宋宁峰以校园猥亵罪名逮捕，到时候有啥物问题，去警察局办理。等一下，行，妈，妈。 妈。